掌声有请略科集团一星董事闪亮登场。热烈掌声有请绿叶科技集团二星董事闪亮登场。热烈掌声有请三星董事闪亮登场。用全世界最热烈掌声有请绿叶科技集团董事长齐建成先生及夫人王美丽女士。绿叶科技集团董事总裁李先明先生以及绿叶科技集团全体高管隆重登场，掌声响起来。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隆重请出绿叶科技集团董事长尊敬的齐建成先生为本次大会发表致辞。关于我们绿叶和其他的电商企业有七大差异。第一，绿叶有自己的自主品牌，由绿叶自己掌控。第二点，绿叶有自己的强大的研发中心、研发团队。第三点，我们有智能制造工厂。第四点呢，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所有的产品质量全部控制在我们自己手里。第五点，我们是全球首发的 F2C 模式，就是从工厂直接到你的手里。在这里我再增加一下，他们没有直销牌照。第七点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是真正的民族品牌绿叶电商。我阐述一下我们绿叶人的四个自信好不好？产品自信，我对我们绿叶的产品充满了信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模式自信，大家都知道的绿叶的模式。第三，我也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在座的家人们，在座的兄弟们，在座的团队们，是因为我老徐老李有团队自信。第四点是文化自信。家人们朋友们，人生难求，梦想舞台，捍卫初心，你我同在，身如芥草，岂甘尘埃，前路荆棘，方显豪迈，中华盛世，绿叶蓝海，此时不搏，夫复何时？2018，火力全开，遇见绿叶，遇见未来。下面有请我们绿叶科技集团董事总裁
李先林先生隆重登台发表讲话。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八大策略。那么第一大策略是说产品爆款化，从五个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打造我们性价比第一的产品。第二，我们的服务标准化，我们要为我们的会员、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快速的、便捷的服务。第三大是品牌国际化，我们将面向全球招聘一流的人才，组建博士后科学家的工作站，研发出国际一流的产品。第四个是市场的全球化，我们绿叶的定位是让我们的高品质真价格的产品能够畅销全球。第五大策略，我们的平台差异化，让所有的消费者在我们的绿叶的平台都能买到世界各地的名特优产品。第六个是产业的生态化，在我们的绿叶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工厂、平台、经销商和消费者，我们所有的社会各界把利益完全融合在一个平台上面。第七大策略是我们的创业简单化，只要你肯学习，只要你来绿叶，绿叶就会培养你成为营销精英，培养你成为演讲高手。第八大策略是我们慈善脱贫的精准化，我们始终践行我们绿叶的我们让天下人健康美丽富足快乐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充分落实我们的精准慈善。我们所有的绿叶人，让我们时刻牢记我们和合大同利他成集的价值观，为振兴民族工业，弘扬民族品牌，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前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让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绿叶科技团商学院长张。